家好，我是大全。今天天气不错，又出来赶海了，随便转一圈，走了。海里咯，哦，七大头，哦，沙，哦，有浪，哦，哎呀，又来一个，哦，有浪，不错不错，哇，这边有个，哎呀，这边一个，来，指头给它弄起来看，有没有？哇，双胞胎呀、啊，还带一个小的指头器。来来，脚头吃到这，我就给你翻身了哈，我喂养你哦。哦，装备台有肉，系得这么紧，来来，给我进来，到我们的碗里来呀。哦，哇，腊螺哇，这个牛不牛？大的给它剪了，小的放在这边，让它再长大。哇，这边腊螺挺多的，都是大个的。哎，这个太小了，来吧，过来，今天很结实，这个一起来，哎呀，有腊螺肚哦，哇，这边腊螺挺多的，哦，哇。这边腊螺都是腊螺哦，你看这底下，哇、哦、啊，今天有口福了，小孩子今天放假，在家里有口福了，给他捡起来。哎，今天又出来搬石头了，哎呀，哦，有啊，哎呀，你捞一个，哎，有了，好、哦，这边这边这边，哇、哦，我还以为是海里呢，哇、哦。躲到渣子里面，我以为是海里呢。有了，腊螺了！哇哇，这是什么？哎，搬不住，哇，系统都搬不住！哇哇啊，有了，海里了，一个！哎，哇，连个三个！这个你吸得这么紧干嘛？出来！哦，四个！哇，躲在这里面打麻将，好久没有遇到这种事情了。来，我要抓紧速度了。现在跟海局在跑了，海局长再来了。哦哦哦，海里有，哦有了，来来，继续，一个又一个，快点来呀！石头啊！哦，哎，哦，这边有一个，哇，这个黑黑的瓜，哇，两个，哦，不错不错，转，啊，这边还利落挺多的，哇，力气大就是有好处，平时大爷大妈过来搬不住的石头，我过来搬都有好货，哎，这个是怎么有没有漏啊？哦，估计有漏，哎呀。就是不要变成那个就可以，不要是寄居蟹哦，寄居蟹，还有白高兴一场。来，别跟我开玩笑，来来来，慢点慢点，来，慢慢轻轻的走上去。哇，这个给力！到我土里来，我先放这边，你抓紧时间。哦，这边有条鱼吧？看到还有条鱼。哇、哦，估计这小鱼才不错，不错。今天
是累病快乐着。哎，出来了几个小时，差不多两三个小时，收获还可以，不错。今天捡的都是好货。啊，这边。哎，这是父子粮还是千里粮？有了，应该是夫妻吧。啊，有肉！哇，不知不觉，海军都已经斩进来了，赶紧跑了，不然都要被围在这边。哇，大家在海边玩一定要注意这个海军斩草的车，特别要注意，它很快的。你看，刚刚从里面跑出来，里面就围起来了，幸好跑得快，不然就完蛋。哎呀，大家今天收获，今天收获可以呀！哇哇，今天。收获特别满意。今天出来了两三个小时，收获还是不错的，应该有三十几个海里螺吧，然后一只花盖蟹，然后一些辣螺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了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关注点赞，谢谢，拜拜，我们下期见，走了，回家了。